古晋 DJ 爱心，为什么今天穿的这么性感呢？没错啦，我们今天的吹剧主题呢，就是 Party Log 的星期五嘛，大家一定要去 Party 一下。而且今天呢，从早上11点到下午的到中午的12点呢，我们都会播放一个小时连续不间断的 Party Song， 让你的星期五呢活力充沛。其实我觉得呢，对于现代人来说， Party 其实很重要的，适当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解放一下，释放一下自己就是压抑的心情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就要告诉大家，你看这一副妆容就是我的个人标准型的 party look 啊。我个人呢其实不是什么 super party girl 啦，可能一个月有一次的 party 啦，就是让我感觉心情好一点啦。所以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讲呢，如果说要好好的 enjoy party 的话，几个重要的因素，第一个呢就是看你要跟谁去，第二个呢去什么样的环境，第三个呢就是不要想这么多，用力的去 party。 那今天呢，我竟然已经准备好了，所以我就要带着我的帅帅的 cameraman 跟我一起去 party 啦，走！